我接波嗰一刹那跳还一步，我就令到自己更大优势。你埋唔到嚟，我射咗；你埋到嚟，当我跳还，你埋到嚟，我过。如果你两样嘢都做到嘅话，我跳埋嚟 ，jab fix 晒，明唔明白？大家好，又是我 Coach 灰啦。今日呢个又是实战系列，我哋今日会讲解喺比赛入面一啲好细微嘅实战技巧嘅。嗱，上次我哋讲咗 swing 摇球，可以带动你起动，可以食咗对手个位，同埋保护你个波，一定要学埋今日呢个技巧，再加摇球咧，基本上咧就已经好难好难 mark 你啦。因为今日呢个技巧就系我哋上次不停喺度提嘅跳步，跳步加摇球系你后卫。无论控球后卫或者是得分后卫，你都必须要永远具备的技巧。跳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对一个后卫来讲，我们刚刚讲过三协神，三个威胁：射波、传波、个人，即是运球。我们怎样可以令到自己永远都保持住这个优势呢？记住，你是一个钉人的状态，记住你只要你是得分力强，就永远会有一个防守最好的球员对付你。你面对的亦都是敌队最强的防守球员，所以你要无时无刻都要将自己变成一个处于有利的位置。何谓有利的位置呢？假设 CM 交个波俾我，我不会永远带住个波。尤其当你上了年纪之后，即是我们不会成日咧喺一个运球起动个人，其实呢个是最难个人的。我们最容易个人就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威胁。我们有投篮的威胁，在你接球之后，你是做完投篮还可以起动，但是你运球入面，你很难做完投篮的假动作再起动，很容易会吹 holding， 很容易会吹持球，即是 hesitation， 是即是我们拜佛，是不是？即是你做得靓当然得啦，是不是？但是都难的，那个动作太小嘛。我哋永遠喺接球嘅時候，我哋啱啱講一定要做三協勢。但係嗱，如果我企喺度，我一接，我已經冇得射波，你咪冇咗一個最大嘅威脅。明唔明白？係，你已經對住我啦嘛。其實你都唔會俾我接波啊，所以我先就啱啱你係壓佢落去嘛，係咪？嗯。不是，其实你要记住，你要去他 mark 不到的位置，即是我来这里他就会缩开，是不是？看不到他 mark 不到的位置，是啊，即是他的盲点位啊，不是盲点位，而是你张开防守，你刚刚是向他这里嘛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向他这里，你会怎样？转身就望着，是啊，你会不会追回我？会追，走回出来，小友 shoot， 再嚟多球，睇下牙，哎呀，炒咗添，仲谂住今次可以望住你上篮，又嚟，你发唔发觉一样嘢？当你十
守到我呢度，你咪守我唔到呢度咯。當你守到我呢度，你咪守唔到我呢度咯。好啦，我哋讲翻跳步先。啱啱你会见到一个技巧嘅，冲出嚟后少少接波，我会跳还一步嘅，就系令自己更加有优势。因为如果我冲出嚟，因为佢盯得你一定系紧，我就咁接波，其实我对翻佢，你丹达灵好强，你系哈顿，慢慢再嚟过。但系一般我哋接触嘅篮球。我哋打嘅係 FIBA 國際男籃嘅籃球，唔會好容許一個人係咁拍波。即係你會發覺一個隊友如果拍好多波咧，你第一個感覺係咩？毒食咯。嚇？毒食啊！你打曬佢啦。你會咁嘅，我會叉住腰睇。你見到一個人係咁運球，你通常都係咁，明唔明？好悶，呢啲係街球，始終唔係一個正常籃球。我哋走出嚟，你一定要令到自己嘅位置最大優勢。所以我衝出嚟，你會我去邊一度，佢就會去邊一度。你要記住，呢個係我哋最估到嘅嘢。所以當我接波嗰一剎那跳還一步，我就令到自己更大優勢。你埋唔到嚟，我射咗；你埋到嚟，當我跳還，你埋到嚟，我過。如果你兩樣嘢都做到嘅話，我跳埋嚟 ，jab fix 曬，明唔明白？你只要三個運球加跳步，基本上你會甩得開你的防守者。防守者追住你的時候，記住我哋一接跳環，係咪啊？你咪已經離開咗防守者，你已經贏咗佢一步。然後喺呢一個大前提下，加其他假動作，你就贏佢兩步，即係過曬佢。所以任何時候，我哋接波跳環。你見好簡單嘅，你跳埋一步已經打曬，係咪？當我哋攞住個波，你唔掹我又射你啦。跳步係你所有嘅進攻意識嘅啟動，你咪成日唔射波嘅比賽。冇咗投籃嘅威脅嘅，因為你冇跳步，你有跳步你會點？離開咗，你會停，你會停，你就會投籃。但你平時冇啊嘛，冇係冇諗啊，你呢個唔係停，呢個絕對唔係停，呢個你係仲衝緊前，明唔明白？雖然你真係停低啊，但係並唔係一個真正令到你投籃嘅停。但是當你跳步的時候，我是一個投籃的姿勢下停，你沒有停，你平時不是就是這樣，你跟 CM 都是這樣，這個怎麼會是射波呢？你是只不過在找怎樣去而已，明白？所以記住
你跳步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识，因为它是令你的进攻意识启动的方法。你如果你的进攻意识不够强，你必须要将你的跳步练到是怎样呢？任何接波都要跳步，明明白？任何接波都要跳步，你就会做多很多不同动作，亦都令你更有优势。那我们试一下跳步加上 swing， 试一下出来拿波的时候跳步，你可以顺着波的去势去跳步。例如我这样传给你，你是跟着波跳去那边，你见不见到刚刚我是怎样？我是冲出来跳过来这里，顺着波的去势。咁會令你射波更加穩定，因為你冇同佢對撞。但如果你距離唔遠啊，即係唔係三分或者遠距離嘅話咧，你同佢對撞都冇問題。唔係跳過嚟，你同佢對撞都冇問題。對撞你都射到，距離近啊，遠又唔得。即係你嚟到呢啲地方，你再對撞，你好容易甩手噶嘛。我哋可以用波嚟到呢地方，順住個勢 shoot， 係咪都入格？好波。Curry， 明明白？嚟試下咯 ，good shot， 哎呀，走再嚟，忍唔住啊，好，繼續。